给出掌声鼓励。好的，大家晚安，我是兔兔。对，每次上台前啊，大大都要讲一次我的论文题目，害得我现在不敢跟他讲，我可能会换题目哎，因为题目太大。对 ，OK， 好。首先想要大家第一首歌是最近那个电影才刚上映，然后是在电视剧的时候还蛮，算是配乐吧，吸人气的配乐。对，那会唱的大家可以一起同欢这样子，希望大家都喜欢。接下来这首歌是到不了，对，哎呀，然后
很多人说我唱这首歌的时候会很像在哭，对，算了，对，反正就是我的唱法吧，你好，对，不要花闲聊太多。这首歌应该大家很耳熟能详，然后希望会唱的话或者是会哼的话其实也可以一起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情的